是很好哦，就是还可以再打包的。我们如果要吃东西的话就打包，只要戴好口罩，保持距离，就不要太靠近对方，我们都可以还可以保持着打包的现象。今天我打算要吃鸡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ggy。好久不见，相信大家呢都有在我的 Facebook、YouTube 里面的 comment 呢，就想要再看看我的这些鱼仔们到底是怎样。那么我们已经呢，马来西亚已经关了15天到16天左右。其实我已经开始不记得到底关了多少天，只知道我们都关了很多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来跟大家update 一下啦，就是感受一下我这几天没有什么陆续来电，或者是有时候来电的时候也忘记开灯的现象导致到的错误和问题，那么导致到我的鱼啊虾啊都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呢？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。首先看一下这个缸哦，这个缸就是 before lockdown 的时候呢我就自己 set up 的，它其实已经给我今天整理一下了，因为它原本的话呢，它这个发霉程度啊，它这个发霉程度是更加严重的，发霉到很严重那一种。你看它这里是发霉，可能有反光的现象啊。你看这里也是发霉，它发霉到一种程度了的。不过今天呢，我来到呢，我已经把它收拾过了，所以它变得比较干净一点点。OK， 干净也漂亮了很多。哎，我要开灯给大家看一下，灯开，哎，开了哦，为什么没有灯呢？哦，我忘记 switch on 它， switch on 这边，嘿嘿，它的 switch 在后面。好，就是这样开灯 ，OK。它其实已经发霉到一种程度了，那么我今天已经有收拾过，你可以看它整个亮白去了啦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收拾过的现象。那么旁边呢，这个呢，就是那时候还没来得及做，就不要给它了。这个就可怜了，这个之前呢就会很漂亮的那些我去森林采回来的一些草。那么呢，这个森林的草呢，因为缺少阳光，它自己腐烂了，你看到吗？它原本生到很漂亮的咯，然后它就自己烂掉，你看烂到哦，好可怜，这真的很可怜，因为它就腐烂了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怎样讲了，就是因为错失良机，没有空开灯，有时候灯开的时候又忘记开它，所以它变成这样子。那么这一个呢也是有这样子的现象，相信大家有看过这一个，这一刻呢你看我的罗达拉好可怜哦，我罗达拉要死不死这样，你看这边的其实也开始腐烂了，它其实还烂蛮多，然后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就让它继续了。反正 MCO 还没有过，我还不能真的好好的整理。可是这个缸呢，就非常的好看呐。为什么它会非常好看呢？是原因处在，因为我们呢已经调好了那 timer， 时间到开灯，时间到这个 CO 度就会打。那么我最近也打得它比较强一点，我发觉到。这样子的环境的缸啊，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去搞它的话，它就很漂亮的，你看长得美美的，真的很漂亮。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哈。每次有来过我的店的人都知道，哎 ，sorry， 每次有来过我的店的人都知道我会去捞这里的虾出来。那么由于我很久没有捞它，你看那个虾，全部都很漂亮，每一只的颜色都好像讲嘞。发射出来，你看它每一只的颜色都很美，而且我都发觉到它们有很多孩子在里面，那这就可爱，很多孩子呢，那边也是有一个 cherry red lily， 很多很多，很漂亮。那么很好彩的就是我这个缸呢 MCO 的时候封锅之前呢，我刚好有放了很多小精灵，可以，这些小精灵都在里面依然的活在里面，所以这些小精灵都帮我工作做得很好，就是说我这一个缸大概有20多只小精灵在里面 ，OK， 就是那个 Auto Synclitus Auto Fish 在里面，所以它都能够的保持着帮我把这一个缸保持得很好，保持得很漂亮，而且我可以看得到红色这个真的很红，红到很漂亮，这一个也很漂亮。总而言之，它整体来看的话，就是整个很 natural， 很漂亮，很整齐，很好看，就是这样子，哦，漂亮是不是？我个人觉得说可能这种生态缸也像在我们人类所讲的啦，我们没有去破坏他们的环境的话，他们都可以保持得很好，都可以保持得很好。然后我希望他们会继续。那么我下面这个缸呢，就有一点点比较糟糕了，因为由于我们没有来的关系呢，你看这个草下面就磨大了啦，那么这个也融了啦，融化了啦，那个烂掉的草全部浮在上面啦，这东西还没有整理，
就需要一个人再花一点时间再慢慢整理。那么这些草呢，因为没有什么足够的阳光呢，它也是开始有烂叶的现象吧，还可以急救的，没问题。可是鱼呢，就确实是漂亮的啦。那怀孕的几多？你看，这只怀孕了，哇，这只也有 baby， 哇，里面那只都有 baby 哦。这里有很多怀孕的母鱼在这里，这个都是那种好的品种的。这个是 full red guppy， 你看它的尾巴极漂亮 ，full red guppy。好，它也是很美，很健康 ，OK， 这些都很好。那么旁边这些缸呢？大致上我都处理的还好啦 ，OK。那么这一个坑呢，我有那时候有来有很多那些特别的不孝，不过有烂掉的现象啦。这个 M2 没有名字的烂掉了，看烂了。那么 M1 呢也烂了，你看到到这里烂了，烂成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缸呢保持还在烂着了，哎，我也没有眼睛看它，希望它好好的。那么 LG 这个 problem 呢，这个缸一路来都很多 LG 的啦 ，OK。因为它没有 autofish 不足，所以它就是有一只这样子 LG 问题，所以我也没有去理它。旁边这个缸呢也 OK， 也 OK， 鱼都很健康，鱼都生得很好。螺呢更是大大力的生呢，生到整个缸都是螺，你看到吗？细细这些小小粒的都是螺来的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就让它继续啦。那个螺可以帮我 set 掉那个 LG problem， 就给它吃了。后面这颗真的是越长越好看。就是这样子一个风扇里面一颗什么这样没有问题，虾呢都 OK， 活儿都好好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红色的虾 baby，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OK， 没关系，这个 fire red 的 baby，OK、okay, 都很漂亮，都是这样，好，都 OK， 所以大致上一切都很好。那么这里呢？也是一样啦，保持着啦，有鱼有虾了，呵呵呵，鱼也在那边，虾也在这边，都 OK 啦，都是一样啦，好了，好，大致上我的店呢，这些鱼缸们呢，都保持得还好，还好，都还好，所以都很健健康康的，嘿，就是这样子啦。那么我这些缸儿们呢，都非常的健康啦，目前 OK。So, 我希望呢下一次还会再跟大家分享我目前的状况啦。那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啦 share。 那么我很高兴呢，我目前还是健健康康的，还是在这里还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么如果大家在抗疫的话呢，就希望大家加油加油加油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胜利的，人类加油，拜拜。